他死哪儿了？他死在了就是这里。哇！变成里边行，死在这个龙套里了。搞得这么金碧辉煌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这个时候你死，我的晚会怎么办？哎，你早死两天，这么不负责任呢？你真的是下。颈部对，颈部有，口鼻流血，鼻梁还有淤青。淤青，哎呦，刚做完手术吧？这是。哇，胸部也有淤青，是被人打死了，这是乱拳打死了。他原本是要在今天的晚会里面表演开场舞狮，哎，对呀，所以他不在我们的晚会没法进行嘛。对呀，啊，各位观众，非常的抱歉，我们的年会会可能要延期。你开关一定要延期，开关多年三期，我们延期到多年初一。好，感谢各位，大家可以关电视了。哎哎哎哎。